选择我们会的这一套泳装来跟大家纪念。其实我觉得泳装蛮挑的，虽然我有三个点，我三个原则我一定要遵守，就是一个是设计感，对，因为穿上好看，我就是每个女生觉得不能放弃的一个原则。没错，再来就是我觉得穿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穿着的人有没有觉得很自在，有没有觉得很舒适？就像我比较爱活动的人，所以如果穿起来防潮防潮不自在的话，我们也不会选择。是，再来就是材质，材质要适合运动，要运动，但是所以也很重要。那我身上这件，我第一看到的时候，我马上就爱上它，原因就是兼具了这三点。对，而且它有我非常喜爱的这种热带植物的图腾，还有夏日的风情，非常妙。就是我光看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想象我下一次去度假的时候穿着它的样子，然后抱着它，感觉真的非常的好。那其实刚刚你有特别提到，我们要穿的舒适舒服，那才能够展现我们的自信。那其实为了品牌理念就是这样，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穿上我们的服装，就可以展现自己非常自信的一面。那我不知道淘淘刚刚在穿上我们这个会的服装之后，一穿上去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不止，实际上我不止穿过这个套的，对，我非常多套的，因为我穿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艳的一点在于。会让每一个女生都可以找到适合展示自己身材优势的设计。因为它的设计款非常非常多，对，它是非常善于利用各种的材质，是很重要。因为它的设计很贴心，对，很大胆，是，很大胆，很有前卫，对，所以就是让女生在穿一个女生没有关系。无论穿哪一种服装，自信是最重要的。对，穿起来觉得自己好看，自己有自信的话，对别人的外表很喜欢，展现出来。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随堂堂堂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演绎，完美的诠释。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自信优雅的化身，尤其是穿上我们会堂堂装，真的是那个迷人的气息，让人目不转睛。那我想在今天，除了我们有会堂的全新商品上市之外呢，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在东区会堂方方 shop 也特别要正式开幕的仪式哦。OK。穿哦。中间，后面。OK， 那我请工作人员可以递下我们的剪刀。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倒数。那在这边也要跟大家正式宣告，我们的新品也会同步在店面上线，之后官网跟社群媒体会分享更多新品的相关讯息。那我们在这边也让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先捕捉一下画面哦，我们看一下前面的是一家25，然后 take a picture first， so now please。Look at the camera in front of you. Yes. And the right side, 看一下右边，右边。And the left side, yes. And we have some camera. Camera on the back. 看一下后面，后面摄影机。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请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倒数 3, 2, 1。之后就请我们的贵宾们可以来为我们喝彩。So everyone, three, two, one, please tell the ribbon. So are we ready? 各位都准备好了吗？3, 2, 1, 请前台，恭喜我们的威爸爸正式开幕。是，我们现场下面我们再次给威爸爸掌声。好，每位观众有需要点灯的话，可以稍微移一下哦。好，在前面一点点，从 maybe 我们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是一家哥。OK， so look the camera in front of you， 有需要点灯手可以稍微举一下哦。好 ，OK， 我们看一下。OK， back the right side， 我们看一下右边，右边的摄影大哥 ，Yeah， he's raise your hand。好 ，OK， 车子装好，来，我们请大家稍微转一下，这边没有到位，转一下。左边，来，左边位置好多一点。左边，这个有需要眼神的话，手可以稍微举一下哦。好，左边，摄影大哥。画眉，画眉都一样。好，那我们再次邀请我们所有的 model 们。来下面这里，方便跟我们的妈妈一起合照，方便再次邀请我们的 Christy 都让我们表现一下右边。